人最害怕的是发现自己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已经被别人发现了。收手吧，这样的扮演没有意义。刘子扮演是母亲，我要让他向我求饶，我要让霍若泽害怕，然后让他亲口告诉我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。哪来的？我问你哪来的？我说过了，以前的罗千怡回来了。